有怀孕的就可以买这件，它是它一样是宽裤，那它的这个松紧带也是很舒服，它这个绑绳是真的绑绳，如果你拉紧它就是裤子会变紧的那种，然后它的松紧带可以看它是宽版的，所以如果你是怀孕的妈咪穿也不会勒肚哦，它不是很紧的那种松紧带，是很松的那种，很舒服的那种，它的版型穿起来也是很瘦的，就是肚子不会有勒，肚子不会有勒，对，那版型它是宽的，然后底下一样有自然的垂坠感，雪纺的材质都非常凉，背面看一下，不显臀哦，这个不显臀哦，有三个色哎、欸。我身上是蓝色，然后绿色跟黑色皱树枝纹，对，这种雪纺树枝纹不会不用烫的，哎，今天都是不用烫的哦，今天都是不用烫的，所以里面不怕变形也不怕皱，等一下我卸货再给你，然后这是有点像裤裙的概念，你裤裆还有空间，裤裆还有空间呢，裤裆够高，所以你是怀孕的妈咪穿也不会勒的，勒的舒服，裤管也很宽的，可是很凉的，我觉得颜色防晒又凉，对，防晒又凉的感觉是这样，这个裤子一样也是产后的那个产后穿会很舒服，肚子小腹没错，还有你的去公园啊都很好穿，对，就是腰间肉啊什么什么什么都会被。